我在这坐着呢，快快快回去等！我刚跟我姐通了电话，她马上就到了。马上就到了？对对对。那我等一会儿。回去等妈妈。不用啊，那你回去等吧。我回去干啥？好几年我都等了差这么多。 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啊！你这怎么着？你这个干了干了，哎！你给我动了！你别动！哎呀妈！你搁这就算了，我就不想让他动的。嘿，服务员，啊！你别说啊，服务员，还真咸。哪个咸了？咸了。嗯，你尝尝。 这多大呀！这个你什么舌头啊？这是，还有这个啊，勾芡可以，但是不能糊嘴，知道吗？你这手底下还是没轻没重。做饭你还挑食是吧？你没自己美食家呢。你等等我，慢点。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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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。妈，我们回来了，菲菲。 叫姥姥，菲菲，菲菲，我是小姨，这是二姨，你是菲菲吗？啊，哎，二姨夫，姥姥，菲菲，菲菲啊。 把姥姥想死了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孩子，哎呀，菲菲呀，菲菲，姥姥哪儿来了？菲菲，菲菲，别跑，菲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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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菲
小子，妈呀，想让他可听话了，可乖了，老一叫就过去。现在别唠叨了，别唠叨了。我就是这环境变了，这人真是。这谁也不敢碰，你说一碰不着，叫我你这叫不嗓子喘呀。这门太乱了，你妈别说了。哎呀，来，松雨，来。哎呦，干嘛？不信咱们六个人治不了他。来，搬椅子，姐夫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。我哪搬的这椅子？坐坐坐。来，大家请。慢点，别碰，别磕了，来，摊上摊上，去，一、二、走。哎，你怎么跑？菲菲，菲菲，老子在这儿。菲菲，哎呦喂，哎，我家菲菲，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行了，白折腾了，够了。哎呦，哎，走，你妈去吗？妈，来妈。妈。
下。不是不动动脑子，你怎么？哎，你给拿过去吧。哎，特特可乐，哎，特特可乐。姐吧，送医，大姐送到。起来，起来。哎，我说，要不然咱先吃饭吧。你把孩子吓那样，还有脸吃饭呢？你那怎么办？把大人饿坏了也不是事儿啊。吃饱饭，我是吃不下，好跟他继续斗争啊，对不对？吃吧，啊。哎，妈呢？对，妈呢？不知道。吃饭前干嘛去了？没买啤酒递给我。徐大爷，我们家有事儿，谢谢您，真不好意思。刚知道你家有事，我才来的。我妈！哎呀，你们不要说了吗？你们，个水灾娃子的还跑呢？不跑，不跑，把人家头都碰了，应该是。跟谁？你知道我谁吗？我是村长。不是的。我是这个村的村长。不是的。还讲讲这个娃，我跟你说。抽烟不？俺吸了。急了。哎呀，你比也强啊，烟也不抽了，今儿也急了。哎，我咋看你嗖嗖的嘛你？哎，你学校校长得是姓那个？姓王。我当然知道姓王了嘛。你猜我谁嘛？我是你校长他大呢。强得很。得是强得很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好好听话，你再不听话，我就跟你校长说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嗯，知道就好。哎，哎，你屋我记得还养了一群羊呢吗？对，养了20只。今年我出来没养，我们把羊卖了。哦，把可惜的，你看，你出来没人放羊了的。嗯。那你爷身体不是还好着呢？我爷死了。爷死了。这事我都不知道嘛！你看这事情，哎，你吃饭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那你给爷悄悄说，你想吃啥呢？我想吃披萨。想吃凉皮儿。对呀。哎哎哎，披萨披萨披萨。披萨。披萨，陕西凉皮儿，赶紧买，赶紧买去。哦，给他淘个凉皮儿去。哪能凉皮儿去？骑车去。你买凉皮儿，我弄辣的。钱，哎，这是大姐那儿有，快点啊！我弄辣的。对对，提自行车啊。哎哎，这下可行。哎呀，也吃完了。哎呀。慢些。你这儿还有啥要求？你跟我说，我给他的设计。想吃点吗？啊，对。那我就回去往一干。哦。哎呀，我的爷！现在，我向你们宣布三大纪律：第一。这个娃生活上要求不高，吃面就行。第二，这个娃自尊心很强，目前嘛，普通话还没我说的好。但是，你们不许小瞧他。哎呀，都自尊了呀。第三，这个娃明确地表示反对，他叫菲菲。对对对。他的大名叫。王勇敢，小林，小林，接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，送他姥姥家了。
些东西都是亲戚朋友送的，你不在我就先收下了。是谁送的我都已经写在本子上了。那好。累了吧？我给你放洗澡水去。做个懂事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也不叫姥姥，哪能这样？好，脱了，穿着睡不舒服，孩子。真的想好了，这样结束啊？我想给大家留点时间和空间，让我们两个好好想一想，这场婚姻是不是一场游戏？这不是你的个性。哪天你把你儿子带到店里来吧，我帮他做身衣裳。你一看就是没有孩子，小孩的衣服哪还那么费劲，大街上买就行了。我就顺手一做。菲菲的衣服啊，一般的都是我和他爸爸一块买。那不是你们买的吗？我这是我一点心意。我就是不想让你离我们的生活太近。为什么？你还年轻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，你就知道了。对呀，所以我想问为什么。你从来了我们这个店之后吧，我真的一直特别想。你是要跟他复婚对吧？这真的不关你的事儿。对，以前可能不关我的事儿，现在依然是不关你的事儿。好吧。好。啊，两位女侠，就此告别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走了，你不用找我。也别问我是为什么。
目前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，我想我们大家分开一段，都好好去想一想。说吧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就是菲菲的事儿。菲菲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，那就是想让你这段时间好好照顾一下菲菲。放心吧，菲菲是我儿子，我会照顾他一辈子的。小雪，你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是说，等我回来以后，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，合计一下。也不用等你回来了，我是菲菲的母亲，菲菲应当归我。是，这我知道，可我是说，等我回来以后，咱们再慢慢合计合计，商量一下。也不用合计了。我绝不会让菲菲受委屈的，这你放心好了。哎，小雪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就会让菲菲受委屈吗？她也是我的儿子啊。小雪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真的是想将功补过，好好尽一下父亲的责任。国民大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绝不会让菲菲离开我一步。我是一个挺自私的女人。我确实也是没办法，你看，孩子回来了吧，就忙得顾不上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个店关了。没关系，我理解你。小苏，我那件事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的。别这么说，不准记恨我啊！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就给我打电话写信，记住啊，到北京必须找我。你是一个好女人。咬着你啊，勇敢！勇敢！快快过来，过来歇会儿吧，喝点水。你怎么还皱着眉头啊？发！啊？发？发？什么发呀？发卡！发卡！发发卡！他有那个发角是吧？有那羊角。发卡！发卡！发卡！什么发卡？你比划比划，发卡！发卡！哦，你想吃羊肉？发卡！杀羊！你用妈妈发卡！是哎。发起就是坐下，坐车，坐下啊，坐车就是发发起。带起，勇敢，勇敢，发起。叫你呢，带起。这不多少钱一圈啊？10块一圈啊！勇敢，你少吃点，别吃坏了。没关系，那多吃，小孩不要紧。乖的啊，吃完之后小姨带你去拍照片，去天安门拍照片。来，喝点水，擦擦嘴。干什么呢？啊？哟，这还拍东西呀？这怎么？对不起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怎么抢人家东西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怎么回事啊？孩子啊，你这……勇敢，妈妈跟你说，这个是阿姨的。你怎么能随便抢呢？你要想吃，可以让小姨买，让妈妈买呀。你怎么能抢呢？抢人家东西不是好习惯，你知道吧？来，现在跟着阿姨去道个歉去。走。哎，行了，姐啊，来，这我跟你说，这绝对不能惯着毛病，道歉去，说对不起。哎呀，真好！让姥姥看看怎么样？来，姥姥看看。
哎呀，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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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打小姨的哭了，你看看，没事，小姨不是故意的，你看看，小姨不是故意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小姨不是故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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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，小
爹，爹，你要问问爹啊，记清楚，爹，啊，爹面。妈，妈，哎哎哎哎，什么叫爹面啊？爹面，爹面是什么面啊？爹面。别别别喊，别喊！爹面，知道知道。小姨，你别问了，别问了。爹面，我打个电话。爹面是谁？爹面，我孙子要是爹面，爹面啊，爹面。老许啊，哎呀妈，可把我们累死了。这孩子要吃爹面，嗯，爹面是啥面呢？我给你上啊。好嘞。爹面就是吃面呀。这个冬天啊，要行，要行个半天差不多。夏天行一个小时就够了啊。你看啊，要把它搓匀，面扁。高兴，你看爷爷做的高兴。然后拿擀面杖，一前一后擀好，中间不压。哎，中间压一下。学问就在这儿，让开让开，现在开始扯，你看见吗？对着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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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看这中间压着一杠子，见了吗？嗯，意思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地道的很，赶紧吃。爷做的这个是正宗的西北面，我跟你说。快吃啊，吃啊！赶紧吃，快吃。开门，开门，勇敢！勇啊！勇敢！爹开门，咱俩啥关系嘛？跟你，完了完了，都完了。吃苦了，咋回事？这是怎么辣上多了？哎呀，啥上多了？啥辣子？不是辣子。我说我做的这面，给他妈做的，啊，给西北那个妈做的是一模一样。嗯，我想他妈了。这能结实吗？能行吗？一定要检查好了啊！谢谢啊，检查好了。哎，这个花篮，对，我看这个。哎，这边的，这边的，对，这个是这边的。哎呀！好，给大姐啊！哎呀，来来来来，那个这是我重新装饰了一遍的房子，这个是我们的宋宇宋经理。哎呀，宋经理，这都是我的朋友。哎，等一等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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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什么？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不错，这可是马老板的墨宝。你瞧，这都是多大气！哎，见笑，见笑，见笑，真棒！这两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？您瞧。不是小弟说你，平时不注重学习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大哥啊，这个鱼啊就是求雨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沛呢就是雨水充足的意思，雨就是水呀、啊，是吧？水就是财呀、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宋经理，恭喜发财啊！谢谢谢谢。对对对。哎，宋老板。今儿咱们这张啊开的不错，好，好，好，真的，真的，确确实不错。呵，您看您跟那马老板风光，体面。
哎呦，人跟人这命啊，确实不一样。哎，你说我为什么就老是得登高爬低的看这苦活啊？啊？哎，老板，我这腿啊扭伤了，这怎么也应该算工伤歇两天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祖宗，这不什么活都没敢让您干吗？哦，那是您心里有鬼啊。您山珍海味的搓完了，给我回来对付粗茶淡饭。哎呦，服两天呀，我还真是这么想的。我说这买卖快开张了，哥们儿怎么还不锅边的小米儿我熬出来了？不行，苦命到哪都是伙计命，行不行？什么伙计老板呢？多心啊！我多心吗？我看我缺心眼儿还差不多，我鱼了吧？配了吧？马昆鹏还带你出去了吧？哎，为什么他们管马昆鹏叫老板，管你叫老板娘是怎么回事？吴德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了。我什么意思？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就行，你小点声吧，小点声吧，你别让街坊四邻听你笑话。我不怕别人笑话，我干干净净一人。你少问这些。你说我怎么的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啊，你说。说什么？你今天跟马昆鹏在哪儿吃的吧？顺丰啊。吃完呢？吃完了回来了呀。你歇了吧你。吃完以后你们俩在车里待了15分钟。15分钟啊，干什么坏事了？我干什么坏事了？我人跟马哥吃完饭，我们就上车上去找那工商老王的名片，我们就得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你丫跟踪我啊？你们开着大奔，我缺了吧唧的，我倒想跟踪你呢。我是不想我混了半辈子再给奸夫淫妇打工了。我不敢走，啊！就是走，走了！你给我够了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少跟我来这套！都来，都来，都来！上一边去，你别在这站着！别把我东西拿走，对面！别把我东西拿走啊！你别以为我不敢走，不就这么两下子吗？心里巴不得的了吧？啊！早就想走了吧？可不是不想走了，怎么的？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衣裳，你就这么挂呀？啊！这是你的衣裳吗？是你的衣裳吗？不就这两下子吗？走走走。我凭什么走啊？要走也得你走，滚！你家我上哪儿去呀？谁爱走啊？这是你干嘛？愿意走别走，我受不了啊！吴德利，还干什么？你轻点行不行？哎，你不要走吗？不是，顾小姐，你轻，我拖鞋你。再去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进这帘，我就报警！你干嘛？你少拿我被子，这是我三八节发的。谁抢算谁的，谁抢算谁的。行，抢吗？你不想走吗？你盖，别说压绒被了，盖人民币都成。你给我，你说老于，两口子之间什么话都能说，就是不能老提离婚这两个字，你知不知道？这离婚是闹着玩的吗？谁闹着玩了？我这会儿真的跟他离。离，你敢呢你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看我明天，我明天就办手续，我不敢。小雨，咱把话说到这儿，你要敢离婚，我就敢跟你拼命。你看咱是，啊，咱们到底谁能治过谁？你赶快走，走走走，妈，别在这气我。你能不能别跟着添乱啊？我本来我就够烦的了，你就是要跟我厉害是不是？从来你都不知道关心我。对对，我没关心你，是没关心你，我这辈子我操心都操你身上了。我一会儿就给吴德利挂个电话，我让他把你整回。你爱打不打，我就是不回。你别真生气啊，小雨这不是在气头上吗？你就让他在家住两天，也治治吴德利。小雨，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那床上行了，我跟勇敢睡一个床啊。哎呦我！什么呀？怎么硌死我了？你撒什么气呀你？一见你这样，我跟你说不好好。就这样，两天不说这个离婚，三天早到这，你就这么气吧？你都把我气死啊！你都好过了啊？哎，你先别离，你都把我气死。妈，我们店里有事儿，我得早走。这么早走啊？勇敢啊，在家听二姨的话啊，不准出门啊！哎，小雨，多给他喝水哈。你别忘了啊！别让你过河。我知道了，知道，快走。勇敢，别出去啊！二姨一会儿回来啊。
姨，开门。雨啊，给妈开门。你好了，这儿呢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，你蹲这儿干什么呀？开门。怎么的了？我愿意蹲这儿啊。你说怎么的？问你宝贝孙子去。快开门，开门。你呀，小时候就好这样，多人都把自己关在门外头。什么叫我就这样？你快开开门吧。你说你叫，你跟我挨着点。什么呀？你跟我急什么呀？你跟我。你给我出来！你别吓我。听见？我知道你在里头啊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们敢呢？出来你！你敢出来？不行，你写着我就不信我找不着他。那小东西还敢弄我？干什么？风风火火的。出来！你找个孩子也能小吧他？一、二、三，出来！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出来！还敢弄你二姨？你胆子不小啊你哈！妈，妈，哎，妈，这怎么这都没人？这屋里头都勇敢了没有啊？啊，我弄给你找了吗？不是，我都找了。不是床底下，哎呦，都看了，那床底下都满的。你都，我说你咋惹孩子了？我哪惹他？我上厕所我还惹他了。勇敢呐！勇敢！你说这勇敢倒霉孩子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说自打他进咱家，你说什么这乱七八糟的？你这窗谁开的？我没开啊，这不是我开的。哎妈，妈你慢点，你说勇敢！我这都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早跑了。勇敢！行，你喊，勇敢呐！使劲喊啊！勇敢！这孩子又上哪儿去了？这又上哪儿去了？小雨啊，快换上衣裳出去找去！换上衣出去找去！穿衣服！你快点！我不能出去呀！雪啊，雪，勇敢上没上你那儿去？老师，来，你怎么能这么土？你摸头。你摸头他怎么跑到这儿来？他跟那来的。嘿，把你舌头他跟你来的，你，嗯，嗯，那就不信。我跟你说，你不拿石膏应他能跟你来？我狗咋不跟你来？你咋知道？我咋知道的？我跟你说，我当然知道。我还我放羊的时候还摸你着呢。你是这，发一会儿给人家就送回去啊。不。这是人家的羊吗？你为啥不？这里面那放光我，而且不能放羊了。哎呀，可是放狗了，人家北京人把我叫遛狗，你知道吧？还在我都没听说过北京人还有遛羊的。反正就给人家送回去啊。不，你说这是个犟的很，我跟你说，听人家话给人家送回去。而且不送。你不送这咋办呀嘛？你。今天那就不送。哎呀，这僵得很啊！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勇敢呐，你可回来了你！你干啥呢？你这干嘛去？你干什么你？哎，老妹子，妈，老妹子，妈，哎，老妹子，慢点，老妹子，妈，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老妹子，挂电话，老妹子，老妹子，别打电话，打电话，老妹子，老妹子，老妹子。姥姥叫你，叫姥姥。姥姥。勇敢叫你呢。哎，大夫，我妈以前从来没这样过。那是不是情绪有什么波动啊？
态？没怎么波动啊，就我上午跟他说我那离婚的事儿，然后你说也凑巧，下午我大姐那孩子就丢了。这还不够啊，老人年纪都那么大了，哪能经得起这个呀？大夫，我妈需不需要住院呢？那倒不用，先在这儿啊观察两天，情况稳定就可以出院了。走吧你，走吧，你不就是会走吗？走吧。不应该这样说你。我问你，恨爸妈？恨爸爸吗？勇敢，这几年你要是在爸爸妈妈身边，肯定不是这样的。妈相信你。听妈说，你是好孩子。妈，我特别喜欢你，就怕你跑了，就怕你不在。你以后记着，不能离开妈妈一步，也不能离开姥姥一步，听见没有？你跟妈说，你点个头也行，给妈点个头。好孩子，你给妈点个头。你点个头嘛，好不好？再也不离开妈，不离开姥姥，好不好？不用点，妈知道。妈，你这会得踏踏实实的休息两天。嗯，这是大夫说的。嗯，我听话。哦哦，我说他听话。我不见面了。啊？对了，娃说这个做面太麻烦，你们也都忙，娃以后啊不吃面了。要我说呀，为了咱妈好，就不能由着这小坏包胡来。别说咱妈现在身体不好，就这身子骨再结实，经不起这么折腾啊。二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说不定因为你闹离婚，把妈给气的呢。你看看这警钟长鸣，警钟长鸣嘛。来，上老这儿来。快去快去，上老这儿来。孩子，别哭，嗯。我外孙儿不哭，姥姥能不要吗？姥姥最疼我外孙儿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是姥姥的心肝宝贝呀。哎，我觉得咱们老太太这回病了，真是老多了啊。哎，全让咱们三个给折腾了。小雨，你跟德利的事怎么着了？就是。还能怎么着？就这么着呗。你别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真的，你别闹别闹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吴德利这个人，作为男人来说，我觉得他真的不错。你别没数啊，德利这人嘛，虽然有些毛病，但我觉得本质上特别好，特别是对你好啊。你上哪儿找去以后？就是的。你还说人家小峰，我觉得你的问题最大了。你瞧，你找那个陈浩，我已经想好要跟他分手了。分手？嗯，我看也是。就你那结巴磕的神经兮兮的，天天打着保护动物的旗号，指不定出去干嘛的。我先说啊，我不同意分手啊，你别又把妈惹回，又得混过去。我要不是你姐小凤，我倒觉得真是应该分手了。这什么人呢？整天不着家，这叫过日子吗？对呀，那你们说这些我都想到了。行行，别老说我们俩了，你呢？对你呢？你怎么办？我跟你俩汇报一下。好，当然了，汇报汇报。好好听着啊。本人现在孩子也回来了，丈夫也结婚了，然后我就剩下一个任务了，好好照顾妈。姐，那你跟郭明达呢？不可能，别说郭明达已经结婚了，他就是没结婚，我们俩不可能了。真的不可能啊？Thank you.
方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方，我喜欢纯粹的东西，包括爱情。我知道没人能给我，包括你。我知道你的兴趣不在我这儿，也不在任何人身上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